谢谢各位施主啊，施主，大伙儿是对我们太捧了，是这样，无以为报。嗯，咱们都是朋友，嗯，也都熟悉。对啊，我跟于老师的关系也非同一般，嗯，都挺好、啊，这就如同是我亲生的朋友。嗯，什么话这是？啊，在一起待了十好几年了，啊，哥俩没吵过嘴，没红过脸，没搬过杠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嗯。尊重两个字，这是基础。您记住了，人跟人之间就是这俩字儿。哦，我们哥俩也是如此。我拿你当我的好朋友。嗯，在我的心中，您不是一般的人。是吗？老话说得好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嘿，但于老师是个完人。我还完人，这都快完了，这人啊，这快完美的人。哦，是完美。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君子。您过奖。他从来不说谎啊，他是一个好人。心地非常的善良，对谁都是当成亲人一样。你先等一会儿啊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来个避雷针。嗯，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？说谎是要遭雷劈的。哎呀，我们哥俩这些年，嗯，这是患难与共。哎，这么过来的，肝胆相照。是我平时朋友不多哦，因为我这人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。你信了吗？你这我信不信？您说的是真事儿不是？哎，那当然了。除了上网，平时没事我也喜欢看看小说。哦，学习一下。尤其这段时间，嗯，我喜欢上穿越小说。穿越小说有什么？哎呀，我一想这，我美的都不行了。有什么可美？穿越的小说，穿越的电视剧，啊，按说是一种艺术的手段。对，从现在突然间哭嚓穿越到下一个地方去。哭嚓哭嚓的穿越呀、啊！您这一个形容词嘛，是吧？啊，现在比如到清朝，哦，哭嚓过去了。您带点脏东西过去不带？哎，你这个说话很肮脏啊！废话，怎么哭嚓哭嚓的？不是，我就是，比如说到别的朝，噗呲我就。哎呀，行了，您就是说穿越过去了就完了。穿越，穿越，啊、哎呦，我都魔怔了。还魔怔、啊？我觉得这里边有无限的商机。有什么商机、啊？嘿。这我要真研究成了，不管是谁，哦，打算上哪儿去？嗯，说吧，我送你去，拿钱来。不是到那边过去干嘛去？干嘛都行，比如说来一帮人找我，求我啊啊，求我那个您想法让我们也噗呲一下吧，哎、是吧？我们要穿越到嗯秦朝，哦，到秦朝，秦始皇那会儿，嗯，穿越过去啊？你怎么样？来花钱走过去那边都能有用？那也看你干什么的。那我问问您，你说您比如说现在的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到那儿过去干什么？穿越过去给皇上选秀女，人力资源。哎，他研究这个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啊、哦、设计会非常好。是，嗯，那搞土木建设的修长城去。嚯，哎，修长城去。那个医生卖药的国师，那会儿皇上最信这，配点药给皇上吃挺好。嚯、哦、嗯啊，搞文学的。那我建议搞文学的像秦朝你就不要去了。为什么？焚书坑儒到那儿就埋了。哎，好嘛，这样作死去了。哎，这都可以啊。啊，单人也行，组团也行。还能组团？来一百多人啊，我给你弄好，咵穿越到宋朝。干嘛去？直接上梁山。哎，这好嘛，一百单八将。我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。哦，怎么能够穿越成功啊？是啊，吃饭是看着我那碗。嗯，我要穿越碗，我要穿越。嚯、哦，没成功。那是啊。夜里边推开窗子冲着外边，我要穿越，跟谁嚷呢？没成功。是冲着马桶。嗯，我要穿越。嚯、哦、我要穿越。穿越驴。哎呀，那玩意儿老看也不成，知道吗？老看不成功。不成功是吗？那天跟屋坐着外边下雨，嗯，灵感来了。是啊，打雷，一个雷能把我劈过去。挨雷劈能穿越？站在我们那树底下啊，我要穿越。怎么样？一个雷把我就劈了。哦，眼前一黑。嗯，成功了。是吗？穿越成功。哦，我在醒过来的时候，嗯，躺在医院的床上。那就是劈死了呗，那就是。那穿越还能穿越到医院床上呢？啊，我把这想法跟大夫一说，大夫说：“你这个要不转神经科看看吧。”啊，就是神经病了，您。我们医院治不了你这个。啊，我说大夫，你们都是学这个医学科技的。怎么能够穿越？还问人家？天天问大夫没辙、嗯。你要实在不行，你就回家摸电门去吧。哎，对，这是奔死去的。这一句话提醒了我，还真信呢。试一试，嚯，天下无难事。嗯，只要有心人，你瞧上心了。我家里边
有电门。谁家没电门呢？摸电门之前想一想，我要到哪里去？哦，对，要到清朝。哦，清朝，看的穿越的电视剧就是清朝的。是是，好了，我要穿越，烫，咔嚓。听这声是成功了，成功，我穿越了，真去了。再一睁眼，我真到了清朝了。你瞧，在一个大花园里，哦，这儿摆一桌子，一桌子菜，哦，我跟这坐着，嗯，顶戴花翎，当官了，一个清朝的大官，嘿，两旁边各种的美女围着我，哎，厨子上菜，满桌都是菜，嚯，丫鬟们还劝我了，嗯，吃啊，吃吧，吃啊，嗯。吃什么吃啊？我还没发微博呢。啊，这嗨啊，这谁听得懂啊？拍完了发微博才能吃呢。那听不懂。突然间我得问问，嗯，我是谁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家伙们告诉我，嗯，丫鬟您怎么了？这是？您是？刚才去趟厕所回来都不认识自己了。哎，上哪儿去了？您是和珅和的人，和中他了，活活的没死。哎呦，这是一个有钱的官。哎呀，我没想到啊，我来到大清了。我是和珅的，是富可敌国呀，真有钱呐，珍馐，嗯，美味，是娇妻美妾，嗯，买卖家都是我的，哼，高兴了不得了，正高兴，打那边来一太监，哦，和大人，嗯，乾隆皇上驾崩了，乾隆也死了，我突然间想起来，我看过历史，是乾隆死了，我就死了，就转天的事啊。他那儿子给我送了根白绳子，对呀、啊，把自个儿勒死了，刺白绫。我再一回头，后边来几个小太监，哎呦，拖着白绫子，嚯，当当当滴当，里边里边当，里边里边当，干嘛这敲猪来了？是怎么着？废话，什么音乐这是？人家给我送这白绫子，让我死，这事儿刺死。说话到跟前了啊，你们是让我死吗？是，哦，奉皇上口谕啊，请和的人升天。哎呀，我说好。历史是不可以扭转的，那倒是。但是死之前，我有我的要求。您想我坐在这个位置啊，我这叫位极人臣呢、啊。哦，所以我死了之后一定要厚葬于我。那是我的棺材要顶配、嗯，是怎么顶配？我要天窗、真皮座椅、自动挡。这都没人听得懂，这帮太监都傻了。那是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说你们想，嗯，你们想啊，我活动活动。活动，我哪是活动啊，赶紧跑吧，这早就该跑啊，这可怎么办 啊来的时候能摸电门，回去怎么办？回不去，大清没有电门啊。是啊，哎呀，我的个天哪，怎么办？往回跑，跑，围着花园这通跑啊，花园有墙，好，无意中过撞墙，撞墙上，再一睁眼，嗯，在我自个儿的家回来了啊，你瞧，掌握这个窍门了，嗯，想穿越摸电门，哦，想回来撞墙，哎呀，他总结出规律来了。这回再穿越不能去清朝了。那您去哪儿？民国。哦，更近一点了。民国有电门，随时能回来呀。对对对 对吧？嗯，我要到民国去做一个了不起的人。烫，咕嚓，又去了。火车行进的声音。哦，咕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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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火车行进也没有这事儿呢。我坐在火车上。哦，拄着一战刀。哦，穿着一身军装。哦，留着胡子，戴着大元帅的帽子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我怎么这样穿衣裳呢？你瞧，他东北味儿的，一张嘴东北话啊。跟前站着好多的兵啊，在火车上伺候我。嚯、啊，来人呐！嗯，我是谁啊？啊，还得问问这个。报告大帅，嗯，您是张作霖。嚯，东北王张作霖。那是啊，太好了！哎呀妈呀！哎呀。那东三省都是我的，这全是您的了。哎呀，全是您的了，全是您的。太好了，穿越成功了啊！这就成功了。来人呐！啊，现在到哪儿呢？问问报告大帅，嗯、到皇姑屯了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这是巧劲儿的。看过历史都知道啊。张大帅坐着火车，皇姑屯炸了。对呀，炸死了。一分钟都没当够，哎、把我给轰回来了。一睁眼又站在屋里边。嚯、哦！这感情炸死也能回来啊，死也能回来。哦，你想撞一下都回来，死了不更回来了？哎、对。哎呀，这不行，这个啊，嗯嗯，这个英雄梦没有实现。对呀、啊。突然间想起来，嗯、啊，现如今我是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怎么？我为什么就不能当一个武侠小说里边的英雄？哎，那个不容易死，长发飘飘，对、啊，白衣如雪，来去如风，那个英雄多好。对，穿越到哪儿？唰，沙漠，沙漠。哦，往这一站。
哎呀，武侠小说。哎，我这个状态对呀、啊，是吗？跟电视剧里那一样。哦，穿着个白色的衣服，系着腰带，微风飘来，这个袋跟着飘着，白衣 飘，头发跟着也飘着，哼，长得特别的英俊。哦，这手拿着一根绣花针，嗯，这手拿着葵花宝典，东方不败。哎呀，我太不幸了。哎这什么时候是一战的啊？就说是啊，我赶紧喊，我要当一个真正的英雄。是啊，这针一掉个一扎自己，嗯，死了就能穿越了啊。对，唰，要走，这回行了。嗯，坐在马上，小白脸的将军，这好，我自个儿都觉得我怎么那么好看，好漂亮、啊，白盔白甲，骑着白龙马，手里拿着两银枪，嚯、哦，两军阵前，英勇非常啊。啊，敌将们看见我，沾着死碰着亡，厉害，当当当当当当，最后往这一站，啊，哼。端着我的枪，所有的兵都跪在我跟前儿。哦，花木兰将军万岁！女的，好家伙，您还不如东方不败呢。您这可能是打东方不败过来之后就是花木兰。那、哎、没听说过。又一想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没当过女的。哦，真变一大美女也挺好。其实也不错呀，是不是？甭管是皇上的妃子也好，还是谁的妻子也好，哦，大伙儿宠着我也不错。就是。对。我要穿越成一个美女，行吗？唰，怎么样？面前出现一个镜子。哦，哎呀，镜子里有一美女，这个好看呢。嘿，拿着粉扑自个儿扑点粉，化妆，抹口红、嗯、啊，正看着呢。唰、哦，黄帘一挑，谁呀、啊？进了一大个，他手里攥着刀。哦，嫂嫂，武松有话说。哎，潘金莲，好家伙，要报仇啊！这是。我这个命实在是太惨了，哎，对，想点别的招，刀奔心尖来，我一把就抱住他的手了。嗯，武松，怎么着？死之前我还有一个愿望，你说，我已经做了女的了，我再穿越，一定做一个权倾朝野的女人。哗，又走了。再一睁眼，嗯，我又到了大清了，又到清，坐在金銮殿上，嚯，面前摆着好多的小珠帘子。哦，头里边坐一小皇上，哎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您是，我是慈禧太后，老佛爷，嗯嗯，小李子，哦，小李子是谁呀、啊？是大太监李莲英。对了啊，小李子，嗯，回头一看李莲英，我乐了，怎么？于谦，哎，太没听说过。哎，那段相声，郭麒麟、侯震，哎，侯震是我兄弟，嗯，郭麒麟是我儿子，孩子还小，嗯，这个说的一点也不好，难得各位这么捧啊，这个情我们领了啊，嗯，这个能跟儿子一块演出啊，我也高兴。在哪儿啊？嗯，您什么都别把我勺上，成不成？见着便宜就上。谁？我贪这么便宜干嘛？大伙都知道，我说的是我那亲儿子啊。我也不是干儿子啊，争嘴呀、啊，争嘴、啊。我谢谢、嗯。理儿不歪，笑不来。嗯，听相声图一什么呀？嗯，图的是开心。哎，图一乐。今天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说，嗯，感慨颇多。哎，很激动。北京德云社15周年，嗯，庆典的开幕式，哎，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些民间艺人，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，实话实说，嗯，挺不容易，哎，真难。今天您看见了，包括门口下着雨，嗯，还有人举着钱站着买票，嗯，当年不行，嗯，穷过苦过受过罪挨过饿，都经过，当时是真没钱。哦，不怕您各位笑话，那话说的就是我们。嗯，啊，自行车除了铃铛不响，哪儿都响，散了。水壶除了嘴不漏，哪儿都漏。那还用什么呢？电视除了屏幕看不见，哪儿都看得见。哎，赶紧扔喽。钟表除了针不动，哪儿都动。嗯，多余买它就。就没吃过细粮。哦，吃一蛋糕还是棒子面的。呵，嗯、真的。穷人站在十字街头耍十把钢钩，勾不着亲人骨肉。嗯，有钱人在深山老林耍刀枪棍棒，打不散无义宾朋。实话，英雄至此未必英雄。嗯，大英雄手中枪翻江倒海，抵挡不住饥寒穷三个字。嗯，有钱男子汉，无钱汉子难，又何况一帮说相声的呢？真是一步一步的苦。
熬苦夜，终于我们也看到了花团锦簇，嗯，我们也知道了灯彩佳话，嗯，那一夜我也曾梦见百万雄兵啊，哦，挺好挺好啊，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，嗯，其实说句良心话啊，我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，嗯，我天天劝自己，嗯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就一说相声的，可不是，凭能力吃饭，老百姓喜欢你，好好的干，别丢人。哎，我也没有文凭，哦，没有文凭，我也没怎么上过学，嗯，我也没有大学文凭，嗨，我也不是什么博士，嗯，硕士，哦，烈士是吧？嗯。这倒也快啊，好吧，借您的吉言。哎，我这客气呢啊，我也没在博士前边待过，我也没在博士后边待过，啊，正在旁边了啊，就是很普通的吧。你净胡说有意思吗？大伙儿不就是听胡说来的吗？你不能这个样子。舍得一身剐，要把低俗变高雅。嗨，好好的是吧？你知道这谁听完了给你报告去？是吧？没，不是，你这乐完了他也报告是吧？啊，我虽然说没有文凭，但是我有一个好处。哦，我爱看书。那是好习惯。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嗯，读圣贤书，做仁义事。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岂可让每个人都高兴？咱们说不亏心，也就是如此。嗯，相声嘛，来自于民间，人都说我们是草根。哎，什么叫草根？嗯，其实草根很便宜。嗯，人参。嗯。灵芝都从下草啊，都是这些不上档次的东西。对，我们比不了大棚里面的香椿芽韭黄。嗯啊，人那多绿色。嗯，你不要指桑骂槐。谁呀？你这样会给我惹祸的。您这祸就不小。嗯，你这个祸才不小呢。你最好照着词儿说，哪儿有啊？哎呀，这行越干越灰，这连词儿都没有了。人家花钱就听你这没词儿啊？听吧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照词儿说那是学员，没意思。相声每回说都不能一样。嗯，老前辈说了，咱们这个玩意儿与时俱进。今天我站在天桥街上说相声，你看见了，嘿，说的不错，给钱，我拿钱买米买面养家糊口。明儿你又逛天桥，我今儿跟昨儿说的一样，你摸头就走，不听了。所以说我们这玩意儿不能一样。嗯，见天一样，你以为录像呢？弄个纸，你来一句，我来一句。嗯，那不叫说相声，对，那对口的报纸那是，知不知道？嗯，哎，别开，别停，别停啊！别，你咋真不客气？你们，你们老这么鼓励我，我会骄傲的。谢谢各位啊！实话点，能力也一般。嗯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靠的是您各位的支持和帮助。哎，是不是？咱们努力吧。就是啊，我们哥俩好好的干。嗯，仗着我们还都年轻。嗯，我今年38岁。哎，他是73岁。对，我还能活在坎儿上，还能来几年？还行，还73啊！哎，长得至于那么老吗？不是，就是你这个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。那我肯定。观众也需要你，从我个人角度也希望您健康长寿。我谢谢您。为了观众，保重您的尸体。哎，啊、尸体，身体，身体。对不起，我这个嘴有毛病，这是怎么了？是脑子是嘴，嘴不行，脑子也差着。我有时候跟人一比，我怎么那么缺心眼呢？是吧？不至于，真的，我老觉得我跟弱智似的。干嘛这么说？以后跟主持人说，别报郭德纲，就报弱智。这么报？请欣赏相声表演者弱智于谦。哎，我要自责，我要自责。嗯，其实我觉得您脑子挺好的。
谢谢吧，我还要努力。别客气了，他们哥俩一块儿到今年第十一个年头，是实话实讲不容易，真的感谢谦儿哥为我所做的一切。您客气，哥俩没打过架，没抬过棒拌嘴，没有过，不红脸啊，红脸是没有，是说相声难得有不打架的。哦，哎，我们俩没打过架，嗯，为什么呢？嗯，有窍门吗？哦，就是尊重，哎，这是基础，互相尊重。我你不尊重我，我也尊重你，是吧？这人就这么好，你还不尊重我，我还尊重你。哦，你老不尊重我，我就尊重你。你看，哎呦，你又不尊重我，我弄死你！哎，嚯！急了，这不是，你不能老不尊重我，你这个欺负人没完没了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别欺负人啊，互相尊重，交朋友也是如此。嗯，人家说交朋友得跟青菜似的，什么叫青菜？你像辣椒似的，怎么呢？热情，哦，火辣，像圆白菜似的，这个有层次。哦，像藕似的，这个呢得有点心眼儿。哦，也得留心眼儿。嗯，我做不到。我这个皮，哎呀，这什么藕什么白菜辣椒我做不了。那您，我就是个山药。这怎么讲？铁棍山药逮谁捅谁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嚯，我说您落这人缘呢。就说是呢，光鸡脯扎肺管子，你能不恨我是不是？扎肺管子啊！当然我现在我是已经逐渐的好多了，改脾气了。嗨，人老奸马老滑，是不是啊？哦，不断的斗争当中学的去尊敬别人，也圆滑了。早先啊，一块演出说相声，台上俩说相声，哎呀，恨得我呀！哦，我就追家里不跟打架去。你说那叫什么玩意儿？你会吗？哦，你学过吗？你这么这蒙事儿，你说人家能不恨得慌吗？你非说实话。我现在好多了，就这么说了。他台上说了多不是人话，嗯，我也顶多拍拍肩膀，嗯，你那衣服真好看。哎，您这也有点假了。嗨，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你不得活下去吗？是不是？是毕竟怂人也得搂住火，弱智也是有自尊的啊。啊，您说的有道理。慢慢来吧，慢慢来吧。嗯，一块合作有十一年了，可不嘛。说句良心话呀，我真得念于老师的好。哎，您又客气了。这么些年来，处处比我都强。哪儿的话，我老抱着一个谦虚的态度向您学习，不至于。老话说得好，嗯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娘啊。这个。你能告诉我哪事吗？我也对不上。这不怎么说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嗯，我是愿意拿您当我的老师。您客气了。人不能够自大。哦，哎呀，我了不起了，我比谁都强，那就坏了。哎哎，老话说得好，山外青山楼外青楼。啊，什么呀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说了，等会儿你哪年纪就不是太在乎了。哪儿就不太在乎了？怎么了？您说错了。你说山外青山楼外楼，楼是青楼。干嘛您这点爱好都非得带到台上来是吗？你拿我当那些说相声的吗？哪些说相声？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山外青山楼外楼。对，能人背后有人弄。哎，谁说？所以说啊，我们你得客气，人家谁跟谁客气？怎么着？能人背后有能人弄。那干嘛你找弄呢？是怎么的？你老说的这么肮脏。不是，就是就说让弄不让弄吧。谁呢？根本就没有这事儿，就后来没有人了，以前也没有，啊，就不承认了，不承认。什么？就是能人背后有能人，不弄啊啊！哎，行吧，不弄行吗？你别说了，那就你看，不弄还不好说啊！我可爱跟他一块探讨学术问题。这什么学术问题呢？这说的是一山更比一山高，有的是高人，那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谁都客客气气的，那就对了啊！好好的对待别人，交朋友嘛。嗯，火热的一颗心，别对不起别人。哎，晚上睡觉也是如此。嗯，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。哦，有没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？嘿，啊，我老琢磨。嗯，你说我对不起谁呢？哦，我也就对不起同行。同行。这些年不是郭德纲多么出色，嗯，是同行们的衬托。嗯，实话，你说话，我还说话呢。你这得罪人的脸一块儿啊！我已经够得罪人的了。
这实话实说啊，有的时候我老说这个，你修自行车的啊，没有卖手跟卖手表的打架的，对，知道吗？你看看哪个说摄像恨门口卖鸡蛋的，不能不挨着，同行与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，同行是冤家，所以说这个慢慢来吧，我们这个行业已经现在没救了，哎，这没救，不是已经挺好吧？啊，挺好吧？您这手势跟他有点冲突。我们这个行业，哎呀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啊，要想救还得自己救，哎，别人的救不是你的救救，也别拎辈儿。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，嗯，德云社有一个小小的状况，有个小插曲。哎呀，咱们同行乐了呀，高兴。北京说相声的，借钱买韭菜也要包饺子吃。嗯，穷成这份上还气人呢。嗯，天津说相声的包曲麻菜馅的饺子，哎，都改挖野菜了哈，挺好挺好。许你挣钱就许人家骂街，是你都吃了御膳了，还不许人家烫饭吗？是不是？当然，咱们也从自身找一找吧。哎，找找原因。哎，我们好好的，尽量不打架。哎，是不是？就是。有人问了，说都是说相声，你挣钱，人家不挣钱。这其实是有窍门的啊，这也有窍门，窍门有几点窍门，要是学会了，人人都能够干得非常好。那您可以给我们说说这窍门。首先说是素质的问题，这是根儿，素质这是最重要的。嗯，得有文化。哦，刚才说咱虽然说没上过学，但是多看书，嗯，这是好，多看书没事，我有时候爱看个书，嗯，爱写个什么东西。哦，虽然说写着一分钱不值吧，但是我在努力。您也别客气，您爱写东西，有没有什么作品？就写个顺口溜啊，写个歪诗，就这也不值钱。顺口溜，真客气。写散文诗啊，我那还叫什么散文诗？就那有作品，您给我们朋友们念一念，好不好？咱们听一听，您有什么作品？你看你们，你们老这么客气。嗯，我倒有一个小作品，行吧，行吧，来，你们愿意听我就说。这就我一般我还不说，您别保守。我这个啊，不传男不传女，我就传给你。哎。您拿我当二椅子了是怎么？我是打小就喜欢写，但是好做个诗也不灵，实话实说。您别那么客气。小时候他们都捧我说我是失学儿童嘛，是吧？嗯，怎么就失学儿童呢？学写诗的儿童，那叫学诗儿童。不好说，失学儿童比较顺序。那俩意思。我这个作品叫八盼。哦，还有名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，哦，八种盼头。那好，我试着我念念，咱们听听，我就有点不好意思。怎么了你这是？我这什么毛病啊？替你开心，嗯，开心自己乐的。都听着啊，带着本儿都记上着啊。八盼，嗯，八盼，来吧。数九隆冬盼春光，好。半夜三更盼朝阳，嗯，花容月貌盼大款，嗯，闲散的二奶盼流氓，呵，夜读的豺狼盼女鬼，嗯，单身的老头盼大娘，演戏盼着能得奖，嗯，说相声盼着死同行。您就把前面说那话都总结了一下，就原来写的哦，原来写的是，嗯，素质这很重要，这叫素质，嗯，啊。另外说相声呢，要调整心态，心态得好。我们打小的时候，其实那会儿老师都教，嗯，现在这都不教了，还教？打小一开始学相声，老先生都说，嗯，记住了，嗯，欺负老别欺负小，这句话怎么说？这句话值金子。怎么呢？嗯，在行业里边，欺负老别欺负小，嗯，俩说相声打架，这95了，嗯，你往死里挤着他没事儿，没事，他未必听得见你说的是什么。哎，都聋了。所以90来岁无所谓，欺负老。嗯，30来岁了，尽量别惹。就是您这岁数的是吗？嗯，还大爷了。这岁数怎么了？欺负老别欺负小，我30多，啊，你惹我吧，你能力大，你了不起，我顶多我不干了。哦，我存10年，10年后我又出来，40来岁正当年。嗯，你在盒里边了，啊，就死了。欺负老别欺负小。嗯，其实在座不管您哪一位列位，人生都有低谷，都有不如意的时候。哦，不如意是常八九，可与人言无二三。哦，都有这不顺的时候。嗯，说句难听的话啊，嗯，每个人都有吃屎的时候。嗯，记住了，
别嚼就行。哎呵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您 说的比喻，比喻，真的少拿这个做。我拿我自己比喻啊，列位，这些年我就是一个裤衩儿，这又怎么样？这玩意儿什么屁都得接着。哎呀，真的，哎。真的习惯了就好了。您也是没遇上那大小便失禁的、嗯、哎，你脏的都不行了，真的。啊，你怎么那么膈应人呢？谁呀、啊、说完这话都没有食欲。您说完这话也没食欲。嗯，好吧好吧、啊、我们好好说行吗？一直就好好说。这不正说的素质，素质这块嘛，是吧？哎，您瞧我们俩这素质。嗯，这方面于老师比我强得多，还捧呢。他素质很高哦，打小我们这都是穷人家的孩子。嗯，人家家里边有钱有势的，还谈不到有钱。打小弄两块竹子板定好了，呱嗒呱嗒呱嗒，要饭去了，打个竹板玩嘛，就这、哦、人家打小家里有钢琴哦，这素质问题看见了吗？嗨，说相声有几个会弹钢琴的？没有。于老师打小哎呦喂，啪、嗯、打钢琴，哎呦，你这多快乐！我这砸钢琴来了，这不是怎么来你们那动作？弹钢琴呢、啊？刚说完忘了，弹钢琴。对呀、啊，还有那小提琴也行啊。也练过几天。哎呀，嗯、哎，于老师那个，说实在的，我这范儿打大兴安岭上下来的，不是我这伐木头。怎么来你呢？这么不是就拉了吗？嗯，那腿跟着叫什么劲？哪腿？这废话，这腿不用上了，腿不上来了。那个那个，我又不。拉钢拉不是拉拉小提琴，拉小提琴，拉小提琴，对呀、啊，我是这么说啊，啊，不如捧着啊，嗯，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，话说的挺好，怎么到你嘴里那么别扭呢？你别瞎想，我不能不瞎想，你不能想的这么痛快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就别想了。嘿，人家那个时候，哎，腿不动啊，腿一直也没动过。哎，不会，反正是弄得好，好啊，挺好。我爱看他，我那会儿什么时候刚认识他那会儿，嗯、啊，人家跟家里边都不敢打扰，嗯、啊，去了媳妇拉小提琴呢，嗯、啊，坐客厅等着吧。哦，看着人家跟旁边那屋咔咔咔咔，半个钟头，嗯、啊，纳闷儿，还没锯开呢。哎。您当木匠这么看的是吗？素质高，素质高。什么素质高、啊、另外说相声的，嗯，这理念很重要。理念与时俱进。对，这得跟上时代，方面方方面面都得跟得上社会。嗯，你老活着清末，你那个相声好得了吗？真是一上来说相声，给您唱一首流行歌曲、嗯、星星还是那个星星、哎、这就没意思，过去了。老是六十年代录音机放五十年代歌、嗯、这就没意思了。嗯，必须要跟得上。这方面于老师做得特别好。你瞧又说我，真的这半年多改仨名字了。改名字于给力啊，这是于浮云哦，你我了个去，这什么名字？这哪有这名字呀？就是跟上时代。这我改外国人了、啊、派出所都恨得我，这孙子又改名了啊。这啊，名字是改辈儿下来了啊，不，人家不认识你，以为你叫孙谦呢。这行行，我连姓都改，就是这说这意思啊，说这意思。到后台你们看看于老师跟台上不一样，嗯，怎么不一样？上场演出穿着演出的服装到后台看看于老师，夸一脱的那个呵，哎呀，你这、嗯、你想什么呢？你这我有什么想的？废话，我怎么都一脱？没，你以为都脱呢？您说的都一脱呀？好家伙，你这个思想太阳刚了。您要不往这带我，演出结束换上自己的服装，还得穿衣服，那个可潮了，还谈不到可潮了，穿那个都名牌啊，华伦天堵的褂子，哎，这多堵的慌啊！这打一领带，十二点一刻的，十二啊，十二点金利来的那叫，十二点一刻干嘛？对不起，见笑了。您要不知道就别瞎说了。底下内联升的布鞋啊、嗯，还戴一小绿帽子，哼，小绿帽子，你知道看着多俏皮了？哎，光俏皮管什么用啊？嗯，讲究，嗯，背这个包，嗯 ，LV 的，多 LV 爱马仕都很贵。是，刚开始咱们都不懂，哦 ，LV 怎么回事？嗯，还说这贵，一看价签我才知道为什么叫 LV， 有出处。你想，哎呦，哎。
这牌子是下出来的，是太贵了啊！哦，反正他这人就是认牌子啊，名声就是好。咱们时尚界有事可以找他上一块看啊。你想啊，这吃点药都是不是同仁堂的不吃哦，感冒了来两片感冒药又不行，嗯，不能随便吃，嗯，是同仁堂的不是，哦，不是不吃，讲究地道药，活得在意，是吧？怕同仁堂感冒买那个益母草膏啊，是嗯，感冒。是乌鸡白凤丸，咱不懂吧？嗯，您还不懂呢？是吧？药名顺嘴说，吃三天感冒也好了，嗯，胡子也掉了，啊，我要变。大夫说你再吃三天，你就能报幕去了。这好，再三天我就成功了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甭鼓励我了。嗯，这个吃药吃饭也是必须是牌子。哦，吃东西吃羊肉。嗯，吃羊肉必须东来顺那儿的好。哎，鸭子便宜坊有名啊。哎，吃鸡，嗯，天使人间。嗯啊，你这对过有一个胡同，王大爷卖的那烧鸡，这就能播了。你们知道我想的有多周到？嗯。我是奔那个王大爷去的吗？就算是吧，哎，算是算是吧，嗯，反正我觉得素质啊、修养这块对说相声来说很重要。哎，那是。另外还有一好体格，身体。说相声没好体格，你盯不住。怎么呢？我今儿下午3点就来了。嗯，我跟这忙活着啊，然后给孩子们排弄节目，一番一番的。哎，今儿晚上不得干到11-12点去？得。没好体格盯不下来啊，坏了，这等于许给他们。把点儿都说出来，好吧，好吧，嗯，然后只要愿意的话，没有不可能的，只要你们坐得住，你们等着我会回来的。哎，就走了是吗？大伙爱听，咱就多说，嗯，这不说的体格是吗？啊，你看你净搅和我，谁搅和？你看就忘了不是？嗯，身体怎么样？咱重说啊，啊，山外青山楼外，从哪儿说呀？这倒回去太多了，您这，因为我太喜欢前面了，你看。那也不行啊，得有一个好体格。嗯，说一下，因为到这岁数了啊，这个你是70啊？谁呀？多少？42。47，42，42。到这岁数，对自己好一些。对，上有老，下有小。嗯，是不是？你光机，你躺下了，家里怎么办？都搁下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那这点他做还行，定期的做体检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好几年做回体检。嗯，这都不行。是，谦哥做了表率。嗯，一天3回体检。哎。3回体检，不有时候那天去，反正检查这儿检查那儿啊，啊，那得项目，哎呦，查的可好了啊，嗯，什么就动脉哪儿灌造影，咱不懂啊，造影号这儿查查心脏啊，对呀，啊，那，肠镜这都，嗯啊，啊，这全方位，嘿，肠镜太可乐了，您怎么着要重点说是怎么着？嗯，查着吧，人无非是呼吸道，包括肠子，这样没毛病就没什么太大的，就是整个身体嘛。就是去了，大夫也来了，好，来躺那儿，躺那儿，来准备好。流氓啊，这大夫！你想，你这太肮脏啊，大夫，老是我肮脏啊，走啊，走你啊，啊，没毛病，没毛病，来来，护士捅完就有毛病了。还没毛病呢，体检嘛，体检啊，作为肠镜，肠镜拔出来没事，好，来护士给吊一个，再下一胃镜，嘿，后下胃镜啊，我都想吐了，哎，对，嗯，没有您这样的，你颠倒了，知道吗？咱不懂，反正是那一根吧，啊，嗯，咱说点别的行吗？好吧，说点别啊，锻炼锻炼身体，体检是一方面啊，你这一方面自己保护自己，嗯，啊，早晨5点多就爬起来了，啊，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向您学习，啊，起得早，锻炼身体，啊，早晨5点健身房，哦，拉皮条去，哎，我是不是去错地方了？你应该去那儿，那废话。拉皮条去健身房，就是练练这个，那健身器，这防止增生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什么增生啊？咱大夫说的，锻炼肌肉。下胃镜的大夫说的，哪儿啊？也就平常你这么下胃镜，咱不懂这个啊。锻炼身体就是啊，这玩意儿跑一圈，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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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圈，咱看都瘆得慌。跑圈有什么瘆得慌？好家伙，大操场一圈一圈，行吗？当然行，看着。比不了啊，哦！有时候他还过来了，嗯，哎呀，真累，嗯，这个德刚帮个忙，这还怎么帮忙？我能帮什么忙？就是他给我一个塑料的一个盘子，
飞盘，弟弟，大哥，咱不懂啊。嗯。你这表情是不懂吗？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至于这么矮吗？我蹲着歇着。哎，这起来待会儿。哎，起来啊，一会儿啊。嗯，那个大哥，一会儿你扔啊，你扔，看我追得上追不上。哦，我追这个，咱纳闷，行吗？行，我可以吗？啊，站，我再站起来好，开心。我也是有点热。来啊，啊。出去了，再看于老师刷。哎，您瞧我跑这姿势啊，我是拿手接着的吗？离得远，我没看见啊。你最好别说清楚了。噔噔噔噔就回来了啊！回来这儿看着高兴啊！我哎哎呦，擦嘴嗯，不给。废话，那是我的。哎呀，这他不给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慢慢扔，扔，咬坏了啊！咱们这回玩一新的，这个扔的也没意思。我扔一包子，你看看，我换换吃的，来一包，啪，又出去，多好，一圈回来，嗯，搁在这儿，嗯，怎么回来呢？嗯，哎呦，素的，素馅儿，素馅不行啊，咱们换一新鲜的，嗯，嗯。怎么样？半天没回来，这是肉的。这我一猜就是我狗啊，是怎么着？不许美化自己。哎，我这是美化自己。这锻炼身体啊，嗯，真是挺好。我不行，您我跟人家我没法比，是吗？我唯一的运动可能就打台球吧。那可是绅士运动。哎，这种那个湿身运动啊，这个湿身运动什么？您也做体检去了？没有啊啊。啊飙完飞脚回来啊，咱们做一长镜。你看你又搅和我。废话，咱们从说 啊，山外青山呢、啊。绅士，就这一段我能说到天亮。我告诉你，老说这个绅士运动。嗯，我这个还行，是吗？打这个台球我还凑合吧。台球啊，他们说我跟那世界名将能相提并论。跟谁呀、啊？给我起一个外号，叫说我是台球界的杜蕾斯。哦。啊，当然咱们还得努力，不是，还得努力，因为他年轻。您再等会儿吧，等会儿。台球您别胡说八道行吗？怎么？台球界的戴维斯。戴维斯。我刚才说的什么？您说的是杜蕾斯。那俩有什么区别？你瞧，一个进得去球，一个进不去球。这都不明白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先您再打听清楚了再说就行了啊。好吧好吧好吧啊，算没错啊，算没错啊。这个台球顶多我就算凑合能玩啊。行，挺好、啊、还有足球。足球怎么？足球我真不灵的，实话实说不懂啊。打小一帮孩子玩足球我也没玩过。哦，又踢又打，我来不了这个 那冲撞。去年世界杯是吧？啊，后台这帮说相声的孩子们天天的今儿哪赢哪个能赢，是纳闷他们怎么知道的。嗯，他哪门不理解啊？是吗？后来他们说，说为于谦的父亲啊，我父亲懂球，于老爷子好这踢足球。嗯，那年轻那会儿就组织一支业余的足球队。哎，对，大伙儿一块儿的玩。嗯，他爸爸跑起来快。嗯，跟那个外号叫赛虎啊，狗啊，人有叫赛虎的吗？大老虎似的，那也不能叫这个。但老爷子，你别看岁数大啊，嗯，上场好咚撞这个撞那个，哼，他爸爸厉害着呢。那是上场十分钟，嗯，得两张黄盘下来。啊、嗯，我爸爸上场买毛片去了似的，上去那么会儿得两张黄盘下来。你不要胡说了。废话啊，得两张黄盘下来，黄盘警告，红盘罚下。不用，黄盘就拘留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黄牌走儿化音，真难说。这有什么难说？黄牌罚下，红牌罚下啊！黄牌警告，咱不懂。嗯，后来他们说，好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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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又搅和我。山外青山，操！
怎么老从这儿？我爱这段。嗯，反正老爷子特别聪明。嗯，对足球了如指掌。嗯，而且来说这个还能够预测。啊，还知道。啊，今晚上谁跟谁踢，他爸爸知道谁输谁赢。那怎么知道呢？他们家后院啊有俩水池子。啊，比如说巴西、西班牙，一个池子里扔一盘。啊，大伙儿等着。嗯，看他爸爸往哪个池子里边跳。我爸爸叫保罗，是吗？章鱼呀，您说那是？我哪知道去？那不那，不叫哈，他就是经验，经验。我跟他聊过，嗯，老爷子，这个您给我讲讲。哦、哎，老头给说、嗯，如何如何，足球怎么回事，谁踢得好、哦，给我讲。哎呀，人家一说，咱们算是明白了，知道了，这才知道。嗯、开窍就好办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老爷子，您给说说。嗯，现如今，比如说亚洲，谁踢得好？他说什么？老头乐，亚洲，嗯。韩国还不错，哎，这几年韩国确实不错。韩国踢的球踢得好，嗯，不光踢球，韩国什么都好。怎么叫什么都好？韩国可了不起了，是吧？是吗？没有不好的地方，啊，都什么好？什么都可以啊，什么都好。没听过那句话吗？嗯，世界是我们的，世界是你们的，世界早晚是韩国人的。嗯，这谁说的？这韩国人说的。这也就自己说，世界上露脸的人、露脸的事都是他们发明的。都什么人？好些个三国也是他们写的，哦，水浒也是他们写的，哟，西游记也是他们写的。嗯，孙悟空肯定是韩国人。怎么呢？拿个棒子。嗯，拿棒子就是韩国人。说这如来佛也是韩国人发明的。哎呀，耶稣也是韩国人发明的。错，孔圣人也是韩国人发明的。嗯，这些个了不起的事都是韩国人发明的。都是韩国人发明的。嗯，那中国人发明什么了？中国人发明的韩国人。哎，是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仨姑娘跟着是姑娘哈、多新鲜的。喊于老师我爱你，这仨人啊。好，谢谢谢谢，你看也有爱我的啊，爱我那个长得一般啊，你摇号去，去，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啊？我们这儿女主持都跑了仨了啊，谢谢吧，于老师在家已经叠被了，你看了吗？叠被，过日子的人，那个刚才这俩人大伙都看见了哈，啊，一个是。给观音看后山的王耀松，一个是披头散发的朱汝昭啊，挺好，年轻有膀子力气，是满台飞呀、啊。是他们说，民间给王耀松还起个外号叫“小万人迷”，我、哦、还真有这名字。嗯，清朝末年在北京有两个万人迷，哦，哎，一个是这个说相声的前辈、哦、李德阳先生，外号叫万人迷。对，还有就是八大胡同有一个万人迷。是这个他叫小万人迷，小万人迷、哦、啊，挺好、嗯，观众也爱听，风格很火爆。对，你让我们俩现在照他这么说，嗯，就觉得累了，哎，不能这么演了，岁数大了，嗯，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相声？对，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不如前几年，是吗？包括他媳妇还说我，嗯、你现在体格不如原来，是干嘛非他说呀？干嘛非他说呀？这，他那会儿。你想啊，十几年前、二十几年前，嫂子看我们俩演出的时候，台上小伙子正精神的时候啊，现在站在这儿，俩人跟俩老头似的。是，所以嫂子也是有感而发。哦，因为这个、哎、这个解释太好了，哎，甚是美妙。哎，幸亏解释出来，那错不了。说秃噜嘴了，谦儿哥也不会恨我。那是一起快二十年的交情。嗯嗯，真的啊，就在我最不如意的时候，嗯。你在我身边，那是哥们儿嘛。没饭辙的时候，嗯，你在我身边，看的是交情。分文无有，嗯，你在我身边，就这仗义。同行排挤，嗯，你在我身边，这都应该的。这么多年，特别想问问，嗯，是不是你方的我？哎，对对，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。没有你，我可好了。有了你，我倒这么些个霉啊。玩笑说玩笑，打小一块长起来的、嗯，没少占人家便宜。那倒谈不得。跟谦儿哥在一块儿，我说句良心话，嗯，几乎没有花钱的机会，啊，也用不着你掏。家有钱、嗯，一块吃个饭，咱这还努力的掏呢。嗯，这300块钱都攥出水来了。哦，啊，还跟人客气，来我结账。嗯，人家掏卡，嗯，刷我的卡，啊，我就刷卡了。出去喝个茶，人家也抢着、嗯、刷我的卡，哪儿都能刷卡，不管什么消费，谦儿哥刷我的卡，哎。时间长了，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泰国人。
这跟泰国人有什么关系？刷我的卡。哎嗨，那是说刷卡的吗？那个真有钱呐。嗯，当年我记得我刚有 BB 机的时候，嗯，我一说 BB 机，我估计得有个得四十岁往上的人了哈。哎，真是小年轻的不知道了。现在没有传呼机，嗯 ，BB 机啊，就这么大一小玩意儿。嗯，最早是数字的，对，数字的，一呼多少多少号，嗯，还带个小本儿，拿着本儿就对。哦，才知道是赵先生找你。哎，坐公汽车了，好容易有一座。嗯，这个响了，停车下去找公电话给人回。嗯 ，BB 机，那有也就算方便了。后来出那叫什么汉字的？对，汉显的，这么多个。嗯，汉显的有这就了不得了。嗯，我最早有这也是我乐得都不行了。怎么呢？汉显的高兴 ，BB 机好几千块钱是高兴。那会儿于老师就有手机了。啊，我用手机比较早，那会儿叫大哥大，是这么大个吧？那老式摩托罗拉的那个黑的，对，硬塑料，是这么憨，嗯，这么高，呵，上面立着一天线，啊，对，这么大个吧？啊，人家就用那个了，也不方便，但是从来没看他显摆过，没有，这显摆什么呀？我们这拿着 BB 机，哎，看我啊，汉显的，是。BB 机，嗯，三千多，对，我们还这个撇着大嘴显摆，人家于谦儿，嗯，云淡风轻的看着我们，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等啊，啊，这个，你管这叫云淡风轻啊？啊，不是，咱们这先不谈啊，我这干嘛呢？来电话了。我这没明白，来电话我干嘛这样啊？震动的，这震动也太厉害了吧？这个我们都傻了。哦，啊，哦，来电话，很低调。哦，我这想低调都低调不了。我这看着我们于老师微微一笑，啊，这才伸手，哦，拿电话，赶紧接。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？哎哎，什么蹭一脸呀、啊？嘿，嘿，这是杵到嗓子眼儿去了，这是。娘啊，我是于谦。别说了，我、啊、怎么样？打错了，打错了，这电话接的，常联系、哦，还联系什么呀？谁认识啊？挂了电话，赶紧吧，放回去。没听说过，我这电话塞到哪儿了？我这电话啊，裤子上有一个口袋啊，这个口袋比较紧啊，所以就，哎，啊，你以为是？我以为是塞皮带上了。行了。反正一听这声音就是穿破了口袋了。哎，这么长、嗯、别比划了，那么憨，行了，黑塑料啊，上面带电线得这么一块吧，行了，下回气，嗯，这是大气吗？这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，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这还能答应就不错了。嗯，有钱，这不叫有钱。全中国说相声最有钱，嗯，就是于谦。嗯，谈不到，他真有钱啊！啊，他不像我们，我们挣点钱，这一句句说来的苦熬苦业，都一样吗？人家家是祖产，啊，留下点钱。现在你看，说相声于谦，嗯，清朝在北京街上，你看你于谦敢这样说，你就完了。又怎么能叫完了呢？人家跟皇上沾亲戚。啊，我们倒是宗室。清朝，咱跟马路上看见于谦，咱们都得跪那儿。都这么大规矩，等人家于大人的轿子过去。嚯、哦！你要那会儿于谦说一句完了啊，人家于谦过来拿着刀、啊，哎，两刀，哎呦，咱那自行车带就扎了。哎，我是流氓啊，是怎么？我扎人自行车带去，我就是有身份呐、啊。有什么身份、啊？他实际上他是满族人。啊，我们在旗，在旗是满洲尿黄旗的啊，尿黄旗的什么香黄旗的？你闻着香啊！哎，这
你闻着是骚的，是满洲什么骚黄旗的？那没听说要骚旗，这是要骚骚镶黄旗，镶木鸡的黄旗。哎，对，哎，镶黄旗，哎，跟皇上沾亲去。是皇上那支姓爱新觉罗，对他们家这支嗯，叶赫那拉，哎，就那支的。宣统退位，取消帝制，嗯，北京城旗人改汉姓儿，哦，爱新觉罗改姓金，这叫的多。叶赫那拉改姓拉，我们挑这字儿偏点儿啊，老拉家，哎，还老拉家，有祖产啊，那倒是。前门外前门大街，嗯，路西，哦，在那一趟胡同，嗯，都是人家家里的，全是我们家的，哎，皮条胡同，嗯啊。有这胡同，嗯，皮条胡同，嗯，拉家，哎，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？这个我们不歧视工作啊，这没有这工作，热情没听说过，态度好啊，在哪儿啊？反正是那胡同是您家的，对不对吧？哎，那这么说行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啊，包括到后来他搞对象，嗯、也说了，必须得是旗人。啊，对，那是我们得门当户对，那当然得找一个合适的，是这太对了。嗯，到后来，他这媳妇儿啊，真是也是满足，哦，也是爱新觉罗那阵儿的，哦，哎，你看这玩意儿，这媳妇儿家里边爱新觉罗的，嚯、哦，他们家叶赫那拉的，嘿，这在一块儿门当户对啊，对呀、啊，他老丈人我都认识，谁呀、啊？北京有名啊，哦，爱新觉罗冤人啊，哎，就他老丈人，那就是坑人呢，那不就是？什么叫坑人呢？废话，冤人不就是坑人吗？就是这叫个名字，咱不会写，叫冤人。哦，哎，两家门当户对。嗯，他媳妇没问题，大户人家。哦，富贵人家的小姐。那倒是，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，啊是吧？他是那儿的小姐是吗？就那歌厅旁边有一大宅门，有大院子，他媳妇住那儿。你把他说清楚了哇、啊？在这之前给介绍多少对象了啊？来一姑娘，来一姑娘，他看不上。不行，不对眼，瞧不上哦。不行，一直到遇见他媳妇儿哦，俩人一对脸儿，嘿，姑娘站在这儿啊，于谦一瞧，哼，怎么样？于谦，嗯，定眼儿一看，哎，就说这个姑娘这个气质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这就这表情，哎，不要往下磨磨字儿，你先不就不别说姑娘了，哎，我怎么看人家来了？定眼儿一看。那叫定睛一看，知道吗？差不多吧，差远了。按你说那，我拿着大顶呢，知道吗？定睛一看，啊，定睛，对，定睛拿眼儿一看，去，有眼没眼？废话，眼睛没眼，就叫定睛一看，就叫定睛一看。对了，哟，好，慢点，慢点，好，这太听了，有点啊，啊，没事没事，还磕了一个，这是奇人呢，告诉你，什么奇人？啊，说到心眼里头了啊！没听说过，于老，哎，你定眼一看，你看这嗨，是亲戚不是？定睛一看，像国舅的状态啊！没听说过，反正就看上他了，哦，就对眼光了，门当户对，就这几个字、嗯、太对了。哦，结婚之后，您得知道嫂夫人的好处。啊，我媳妇儿不错，就是一天到晚我们这么痛忙，家里没个好媳妇儿，日子过不了。那倒是，这媳妇儿挑不出毛病来。哦，前些日子就这儿赶了演出啊，嗯、于谦感冒发烧，嗯。嫂子那真疼坏了，是谦儿，你别吃西药啊！怎么呢？西药有副作用。对，喝中药，中药好。嫂子给他熬中药，嗯，大半夜就这碗中药熬到三点半，就要时间吗？一脑门子汗呢，是，这叫贤惠。对，大半夜三点半，嫂子捧这碗中药，嗯，大郎，嗯嗯，你喝了它吧。嚯！谦儿挣扎着啊，等我兄弟武松回来的。嗨。我跟王妈妈在外屋。哎，怎么老有你啊？这里，你老跟着搅和什么呀？很好，好什么？这改潘金莲了都，就形容那个意思呀。在我心中，嫂子这份儿的啊，还不挑不出毛病来。嗯，真好。有时候老上后台玩来，是啊，坐那儿等于谦儿啊。有时候你看后台一帮孩子们啊，围着我，师傅讲个故事吧。哦，讲个那样的故事吧。什么孩子这是？你。说相声的坏小子可不都这个吗？啊，师傅讲个那样的故事吧，把、哦、我气的啊！什么话你？师傅可得会别的呀，是吧？就会这个是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学，不学过一个，不是忘了吗？是吧？这好家伙，学过一个不也串到《金瓶梅》上了吗？是吧、哎？以后别说，就讲这个。今天不能讲哦，
你大妈在那坐着，还是她规矩。于谦媳妇在那坐着，嗯，我能同着嫂子我说那个吗？对了，没品了，就是，嗯，喂，孩子们，哎呀，师傅您说一个，非听不可。嗯、师傅，给你们讲一个《金瓶梅》啊。嚯、哦，真讲，诚心大声喊。哦，嫂子一听站起来了，不听了。哎，列位，嗯，这叫懂事儿。对了。他不能说，你别说了，嗯，那不像话了。哎，我这讲金瓶梅，嗯，嫂子站起来回避了，到门口一回头啊，上这儿说来，哎，那儿讲去呀、啊。好家伙，这玩意儿开小灶呢还，那、哎、是我形容的气质，怎么没听说哪有这气质？嫂子真好啊，那回在德云社，嗯，赶个啰啰的一进门，把我饿的呀，啊，打外边录像回来，快上场还没吃饭呢，啊，对门卖牛肉面的，哦，去给我端一碗，吃碗面。我们那牛肉面这么大碗，对。大碗牛肉面，嗯，端在手里，拿筷子来，嗯，就这一口还没吃，嗯，拖着大碗啊，啊，一口没吃，夸门开了，哦，他媳妇进来了，嗯，嫂子一推这门，啪，哟，把我这碗弄地下了，夸碎了，别吃了，哎，嗯，就我这，哎，没说完，嗯，嫂子聪明，话到了，说什么了？没事，哦，我陪你一碗，哎。我心里热乎乎的呀，我是得回家。你早就该回家，赔一碗什么？赔你一碗面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呢？那是我想多了，没有，就是这么举起，没听着，没有您这么说话。我是爱跟他们两口子聊天，因为都是朋友们。啊、是，有时候路过前门那儿，德云社在天桥、啊、差一站地。有时候我打前门走，愿意溜达过去。嗯，走到那儿，有话。皮条胡同，哎，别提这胡同了，墙上画个白圈，写个拉字，人都写拆，我们家写拉。这是谦哥的家啊，叫门的，嗯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哦，打里边出来人，一听声音就是嫂子，怎么听出来的呢？一边走一边唱啊，哎，他好唱，立春了穿什么毛裤？想的周到，废话，这才开门，嗯，哟，德刚，你看咱们得规矩啊，啊，你别看玩笑，见嫂子不能不像话，多新鲜！咱过去老话说的好吗？啊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，这是应该规规矩矩的啊。嫂子好，多好吗？嫂子也大气。他说什么呀？死鬼！嗯、啊、嗯，小没良心的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我是没办法呢，看得紧的。去，这有这么对话的吗？这来，快来吧！啊，你有日子没上家吃豆腐来了？哎，吃什么来？嫂子会做饭呢，啊，麻辣豆腐、红烧豆腐做的可好了。说清楚，哎，焖米饭吃完怎么样？啊，好，好手艺。行，吃完了啊，洗个澡吧。哎，哪儿洗澡去？买的冬枣啊，水果大冬枣。怎么那么别呢？我这话说的，我不能跟你们胡说啊，就是你老往外处想。不是，我是真拿他当我自己亲哥哥呀。是啊，因为我也知道人家两口子感情好。是，那年嫂子生孩子。就我陪着他啊，在手术室外边等着，哦、真看那谦儿那眼泪吧嗒吧嗒的，这感情在那儿。哎呦，媳妇还没生，这怎么办呢？啊、我陪着，别着急，哥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带相信大夫，相信大夫。哦，大夫出来，反正有点困难。哎呦，咱们也在尽力。嗯，那个现在高科技 啊，有一种针，于老师您愿意打吗？怎么个针？打完之后疼痛转移，转移。哎，打完这针之后，然后这个产妇不疼，哟，这丈夫疼啊，谦儿哥。那没问题啊，打针打完了啊，孩子顺利降生，哦，他也没事儿，嗯，没把我疼死，要有你的事这里，啊，你别老跟着往里掺和行不行？心疼啊，哎，这心疼啊，心疼了，所以我跟他的关系，我们这叫通家之好，可以这么说，大姨，有时候媳妇在家呢，跟嫂子聊会儿天、嗯、有时候跟他父亲们坐在一块儿也聊会儿天也挺好的，没有父亲们，没有没有啊。表示多嘛，阔就我表示那么多干嘛呀？我爱上他们家去啊，站在屋里边看，跟在故宫没什么区别，至于吗？啊、哎呀，太好了啊、哦！你看孩子哭了，别拿呀，这嗨啊！有人去过于姐，有人没去过、嗯，有人在电视上看过采访。哦，屋里哪样东西都是文物，啊，就祖传留下来。有的时候我出去上哪儿穿个串啊，嗯、弄个手鸟啊，啊，完事爱上他们家去。哦，让他父亲给看看，他懂。老爷子，您看这行吗？嗯，当然到人家拿不出手来，嗨。咱玩的那个，你说几千块钱就还确实不错了。嗯，到人家家那就是清宫传下来的呀，那老的。那人家玩的东西，咱哎呦没法比啊。咱那个蜜蜡跟人家比，咱得扔，蜜蜡也不行。咱那个松石就不能要，
松石，人家家里那个琥珀，那可哎呀，琥珀都知道吧？琥珀有，琥珀蜜了是一回事、啊，透明的和不透明的，不透明的叫蜜了，透明的叫琥珀。对，几百亿年前啊，树啊，松树什么的，掉了那个油脂，哎，就松油子，松油子掉上了，嗯，又过了多少亿年，咱也不懂吧？嗯，再出来就那个玩意儿，对，一块一块的石化的，哎，这叫琥珀，嗯、里边要有一虫子啊，了不得，那叫虫珀呀，价值连城。对，有一片树叶，这都行啊，啊，是是，有小飞虫，哟，就了不得了。嗯，人家家那个琥珀啊，人家那个那里边带长颈鹿，知道吗？傻鹿啊，这是一多大的松油子掉下来都不跑，跟着这就是。赶巧了，滴答啊，来一滴的，哎，掉到鹿身上，嗯嗯，哎，等着，打这起就愣了，哎，没听说过，就傻了啊，反正哪样都挺好啊。吃饭那个碗啊，人家吃饭的碗，德刚，看我这碗，这碗怎么了？75万，这么贵啊！我的天，我都傻了啊！你看看，不敢看，怎么呢？没接住掉地算谁的？哎，不至于，75万，看看，来、哎、看看。嗯，接在手里直哆嗦啊！好东西，确实是沾老气儿，老东西嘛。翻过来看，有款儿，写的什么呀？微波炉专用。哎，我们家撑的是怎么着？75万买一微波炉的吧？太有钱！上您家去，我的目的就是长知识，学能耐。哎，学能耐，哎、对吧？对，跟他父亲一块儿啊，不爱跟他爸一块儿待着啊？是吗？真的，因为他父亲，我认为那是个万宝全书。哦，全懂。说句不客气的话，到北京连洗澡都是他父亲教的我。洗澡还用他教吗？老北京最讲究洗澡。哦，讲究的主是这一天在澡堂子里待着。哦，那叫堂腻子。澡堂文化。对对对，老头从早上起来就去。哦，我原来没有这么讲究啊。嗯、啊，人家老头跟我走。哦，青花池看一看，那可是好澡堂。老头带着我，嗯、虎坊桥啊。对对对，指着那块匾。嗯，青花池，看看吧。啊。百年老店，没错，在这儿洗澡是身份象征，确实是在这儿洗。嗯，老头脱了，嗯，脱呀、啊，少爷，对呀、啊，我说老爷子别去，为什么？还没进屋呢，门口啊，大街上脱光眼子了，就没听说。哎，老头就站在湖广会馆边上，好家伙，要卖票，对、哎，卖票还不错。我这才搀着他过马路，上对过洗澡去，啊、还得先过马路。你晚点脱不成？湖广的马路这边呢？我废话，我青花池那边，我没说这地理，我就说我这份孝顺，我扶着他直接过栏杆啊，按规矩说，还翻栏杆我没带他绕二环去，我就便宜他了。好家伙，真的吗？检查身体都没这么大动作，那错不了。哎，倒是仗着清静，一万多人看。那能少得了吗？这是啊，就说这意思。洗澡跟老头学怎么叫享受、嗯，人家那是真享受。是老头青花池洗澡，嗯，洗头一水。什么叫头一水呀、啊？就这一天澡堂子来多少人洗完了、啊，把水放干净了，嗯、啊，刷完了池子，换完了新水，嗯、啊，谁第一个进来洗，嗯，这是身份的象征。哦，这叫身份。凌晨4点啊，头一个下池子，这么早，这叫头一水。嚯、哦，就是你爸爸就这个。就是大清朝一老一少，就这个贵族气息改不了。那是，就必须这样。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啊。那确实，暴发户一天一万个，嗯，贵族气息三辈出了一个，真是这样。那是骨子里的东西啊。没错，早晨4点，他为了洗头一水啊，你说这个身份，他讲究嘛？伙计们在里边换水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老爷子外边等着呢。是是是，身份啊，嗯，老爷子在门口啊。这还贵族气质呢，这、哦、这差点没冻死。这个行了行了，一会儿这里边伙计赶紧把门开开。嗯、啊，进，请进来。这是请进去的吗？这个进来之后下池子啊，哎，上来了啊。这个啊，这池子兑凉水啊，啊，烫了。下这池子，嗯，这个得兑热水啊，还凉了，水温合适了。哎，门一开，嗯，客人们都进来了。哎。他给人试水去了吧？他这是，这不是洗澡去了？有身份？有什么身份？我就爱看他爸爸在池子里边啊，就顺着池子边缓缓下水，烫的大气啊！嗯，哇，这淹死了，没听说过。哎，脚底下没死住地。哎，嗯，哎，对，接着假牙。哎，嚯，在池子里涮，别涮了。万幸是头一水，哎，嗯嗯，哎，这
睡到这儿啊。咱泡吗？好，开心。嗯，别喝，别喝。哎，我爸爸泡茶碗里头了，这张嘴就喝呀，这样。真的，跟这泡会儿啊，上来又搓澡，搓完澡吃早饭啊，吃早点。一天那雷打不动，就这三顿饭啊，是他讲究养生哦，而且老头吃饭没有吃饱一说，怎么叫六成饱？哎，这是最健康的。俺不懂啊，人家这么有钱人的身份啊，嗯，老头一顿六分饱，就这样，为了养生半饱。早上起来，嗯，卤煮火烧。卤煮就是卤煮小肠，不要火烧啊，不要火烧，哎，干吃肠啊，吃肠，一大碗上哦，就蒜，哈哈哈哈，这才六成饱，哎，六成饱，哎，全靠猪肠子啊，填六成饱，好家伙，再不够呢，拿蒜凑，哎呦，嘿呦，哎，这早晨起来贵族，到中午要吃正经的午餐了，哎哎，就是那个炖吊子，嗯，这是大肠了，哎，猪大肠。不大肠，哎，大盆吧，来大盆啊！嚯，他倒不护食，那是啊。到晚上要吃点清淡的东西了，清淡的是猪大肠刺身，哎，生的呀，刺身现杀的猪。好家伙，这猪都捆好了。嗯，师傅拿着刀跟着等着，老爷子来了吗？啊，来了啊，走，嗨，宰了，宰猪。嗯，先给掏这肠子。哎呦。啊，掏完之后弄好了，嗯，这边师傅抱着，哦，肠子头递给你爸爸，嗯，你爸爸把这肠子头搁嘴里，啊，你先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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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等会儿吧，等会儿，拿着肠子头做呢，不是吃肠子呢，啊，那是吃肠子里头这点玩意儿呢，热乎乎啊，什么热乎乎啊，我爸爸一天太骚气了，这点饭吃的全是肠子，六成饱，哎，六成饱，一般的人看看就吐了啊，那是。他也是硬吃，那是睡觉前啊，有一顿甜点，还甜点人参，这可好东西了，东北野山人参啊，哎，得有这么长，嚯，哦，拿红糖把它腌透了，哎呦，睡觉前三根儿，睡觉前三根儿，每天啊啊，睡觉前三根儿，好家伙，列位啊，红糖腌的人参，嗯，人啊，哎，啊，大象也受不了啊，多新鲜呢。老头吃的眼珠子都红了，是好几天不上厕所啊，那是上火呀，我去了，嗯，哎，德刚，嗯，哎，好几天没上厕所了啊，看我这眼珠子都红了，是你看我这怎么回事，肚子长得难受，就结不出来呀，嗨，啊，大爷张嘴，嗯，张嘴啊啊，什么毛病，便秘啊，怎么瞧出来的，他是看张嘴看便秘，我觉得状态看舌苔嘛，看舌苔嘛。您呐，嗯，蜂蜜，您那人参什么别吃了，再吃非试试不可啊！你这个嗨，其实也不用费那劲，啊，你就买点香蕉吧，买点好的，嗯，好的那个大香蕉，哦，啊，买一把，嗯，有两三根就行啊。哦，哎，吃吧。过了几天我又去了，嗯，大爷，嗯，香蕉怎么样？不管用啊，不管用吗？大爷，你走到现在也没去厕所呀？嗨，不能啊啊！于谦儿也便秘，嗯，我给他出这主意，是他吃了两根就好了。对呀，啊，怎么着？吃啊？你以为呢？可不是吃了，不就没听说过？那手机占着地方呢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。废话，我这够来告诉他赶紧怎么吃，怎么多吃点青菜啊？就是说良心话，老头有个头疼脑热，我真心疼。那是因为这。关系在这儿，交情在这儿，那真疼他。没事，我还上找他玩去呢。啊，走到胡同一探头，有话啊，你父亲在门口呢。哦，老头没在屋里边。哦，啊，跟院外边，嗯，胡同里边，他父亲正站街呢。啊，这叫什么话呢？没在屋里边，不是在街上站着吗？在马路上晒太阳呢。啊，晒着看书呢，什么晒太阳？是吗？老头拿本线装书，老版的。他父亲，嗯，站在胡同里边。哦，跟这儿摇头晃脑的。啊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你这个文化跟谁学的呢？摇头晃脑，哎，这摇头晃奶，那是我妈。记住了，有时候我跟老头也说，嗯，我说您现在不错，吃喝不愁，孩子们也都好，嗯，儿媳妇又孝顺啊，您这一生算行了。不行，哦，我就是一个，哎，嗯，我怎么说，纨绔子弟。
这一辈子啊，吃喝玩乐，少爷样子。我说句良心，到老了老了，有时候我看着谦儿他们这么忙，我也难受。是啊，不给孩子帮不上忙啊。嚯、哦！可是你说我能干点什么？嗯，从小家里那个身份，啊，轮不着我干活，什么也不会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所以说有时候我也想做点贡献。好啊，老有所为嘛。嗯嗯嗯。哎，说到做到，怎么着？没有几天，你父亲就想了，嗯、要去抢银行。哦、哎，这是给我找事儿呢，这。哎。仗着呀，他有个优点哦，记忆力不好。这是什么优点呀、啊？这是拿把菜刀哆里哆嗦奔银行了。嚯、哦！一进门，人保安大爷什么事儿？嗯，忘了，哆里哆嗦又出来了。嘿哈，保安给送家来了啊！老头很感动哦，做了个锦旗，写“人民卫士”送。这不是撑的吗？这不是。老头后来自个儿说啊：“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对，劫财不行啊。”那您打算劫色、啊？哎，好家伙，真能想！也不谁给他出的主意啊？拿块手绢哦，买点乙醚啊，真懂这乙醚，只要一捂，人就晕了。嗯，老头高兴坏了啊！冬天晚上，嗯，拿手绢乙醚撒在上面，倒点奔外边，嗯，公园附近，哦，找那个单身女青年，哟。就这模样还劫色呢，这个老有所为啊，别提老有所为了，老有所乐、啊、对，老有所为所欲为、哎、给孩子呀、啊、减轻点负担、哎、对，我也别老跟家里混吃等死了啊，对，给社会做点贡献吧，这样死得快。嗯嗯，前面有一姑娘，真来人了，姑娘背着小包，穿一高跟鞋，哦，下夜班，夜里十一点多，嚯、哦，姑娘跟那嘚儿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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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好，你爸爸高兴了，嚯，来，追得上人家吗？紧着往前追啊！啊，姑娘听见后边有人了，啊，怎么着？一回头，你爸爸害臊了，哦，假装，哎嗨，自己给自个儿捂上了。你爸爸再睁眼啊，转天早晨八点多，嚯，在公园里边啊，大长椅子上躺着，哦，一丝不挂，谁给谁劫色了？这是。老头儿挺高兴啊，挺好。什么挺好？挺好，这不就老有所为吗？谁给、嗯？你别看他脑子不好啊，你像这日子，他开始忙了。忙什么呢？找张纸，把亲戚朋友都得写上。干嘛呀？快过年了哦，给大伙儿得拜年，这规矩他有。先去谁家，后去谁家？嗯，几点到哪儿，待多长时间？嗯，都得写上。这是有讲究的，老理儿啊。嗯，第一家谁？哦，你岳父，那是必去的，爱新觉罗冤人。别提这名了啊，啪啪啪一打门，老亲家你岳父开门。 嗯， 嗯，你爸爸打外边进来了，哦，还拖着这个呢，点心。你早说呀，点心，你以为还是那个？废话，我以为还是乙醚呢。不是不是，没有初一用乙醚的、啊、对对，十五也没有啊。你开门，你父亲打外边，嗯，哎，进来了。嗯，你岳父打里边啊、哦、这好，俩人指不定谁劫谁呢、啊、要不成亲家了吗、啊、这个门当户对很重要。别家没听说过、啊、你岳父是拿了个水壶、啊、拿个水壶全这么拖着。呦呦呦，快去，哎呀，老哥快来吧、啊、高兴了，倒水，老北京人过年可不就这个吗，是吧？嗯、啊、但是呢，你岳父家里边终归是皇上这一支哦，家里边老理儿多啊，那更全了啊！您别给我拜年呢，啊，要拜年给老祖宗拜年呢。老祖宗把客厅打开了，嗯啊，墙上挂的都是画，哦，都是大清历代君王，哦、这应该拜及娘娘，哦，歌进什么所有的这些大官小官屋里都有。哎呀，你爸爸打外边进来了、嗯、啊，磕头吧，磕，挨个磕吧，那对啊，打头一个开始吧，嗯，这就算是。我觉得你老丈人就算是挺厚道的了。怎么呢？哎，从进关之后那开始说，打顺治开始。好家伙，嗯，这要进关之前那就太那得磕死啊！啊，这是头一辈的老祖宗，哦、来吧，啊、哎，老祖宗磕头了。嗯、啊，磕一个吧。这老祖宗那老祖奶奶你也磕吧，这得磕，磕吧。嗯，一个一个皇上啊，你爸爸初一早晨去的、哦、啊，然后正月十五回的家。好家伙！到家之后自个儿也琢磨 啊不对呀 啊第二辈老祖宗，第三辈老祖宗、啊、第四辈第五辈 啊溥仪之后又出了三十多辈是谁呀、啊、怎么没听说过？不成，嗯、啊、我上了冤人的当了。嗯啊，那是冤人，他这个名起得太合适了、嗯、啊我也得报复。
这怎么报复啊？可是你们家没这么多老祖宗画像啊。对，你爸爸真有主意。他干嘛？找卖年画的。哦，卖画。哦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我要那个，一个男的配一个女的。哦，一个男的配好些个女的。嚯，卖画的这小子是个坏蛋。怎么呢？他平时卖的是年画，偶尔呢也为一些特殊人群啊进一些特殊的画，就那个黄色画片，这我懂。哎，你有点家传啊。废话，你说的就是那意思。西洋的油画，哦，肖像裸体的那个啊。大爷您真要啊？我要。太好了，弄一大捆。哦，你爸爸抱回家，这回行了。行了，冤人你来吧。哦，等着他到我们家，我让你磕死啊。哎，老祖宗老祖奶奶，老祖宗老祖奶奶。哎，搁在屋里等着，这一大卷子没打开。哦，一直等到你岳父来啊，一进门，哎，过年好，我来拜年。好，亲家，哎，都等你了，可来了，老祖宗老祖奶奶都等你呢。哎，你准备磕头吧。哎，这是我们家第一辈的。啊，哟，你来早了。啊，老祖宗还没起呢。这没听说过。也爱做梦，孙越也找您了。孙越各位都知道哈，大胖子，我们这说相声的大胖子。哦，300多斤，是站在桌子里边几乎都快漾出来了。哈哈，这些词儿用的，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，好家伙，就这么大，巨胖无比啊！啊，哎呀，他媳妇儿特别好，两口子特别好，日子很好，是吗？两口，你想跟孙越一块过日子，那个玩意儿是吧？啊，他得多弄吃肉啊，是吧？嗨，晚上睡觉，孙胖子还得躺在床里头，他喜欢睡里头，胆小。哦，别看这么胖，他胆小啊，他老怕人家偷他肉。谁那那么爱吃这肥的？也是小时候穷怕了，睡觉他在躺里头，嗯，小喜躺在外头，别提小喜了，哎，睡着了，嗯，睡着了。孙胖子，你想那个身体，他这个玩意儿，他不是特别健康。哦，怎么不健康？啊，太胖了。是，哎，夜里呢上厕所的次数就多。哦，有点，咋的了？嗯，好家伙，哎，一咕噜。咕噜下地上厕所，哎呦，一会儿再回来，一翻身又咕噜回来上床。哎，他睡着了，他媳妇哭醒了。那是做梦了吗？做梦了。梦见什么了？梦见车祸，大卡车来回压两趟。啊，好家伙，啊，好，哎呀，有那么沉吗？这个您那真事儿吗？啊，哦，小喜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所以他容易做梦。哦，他这工作上面的事儿，哎，工作压力太大。什么工作呀？搬砖的。小喜，小喜，哦，工地搬砖啊，干粗活。呼，好家伙，能干。你别看他一个女同志，他一个人盯四个农民工，能搬砖。呼，白天搬一天砖，嗯，晚上回来做梦又梦见搬砖，好，哦，嗯，早晨起不来了。那是搬一宿一天，你这玩意儿。这后来孙越说：“我给你换个工作吧。”换了吗？哎，找朋友给他媳妇儿换工作。啊，换干什么了？卖保险箱，保险柜。他媳妇儿一个人能抱俩。啊，啊，盯八个农民工，还不如搬砖呢。这个啊，你说这玩意儿，嗯，你不服行吗？对不对？说做梦的事儿，啊，哎，我也做梦。啊，您当然我也做梦 啊，做什么梦？哎呦，晕乎乎的。哦，哎，就飞起来了。啊，您能飞了？飞到天上了。啊。啊，看见上帝了。呼，您都见着上帝了。啊，您好。客气。我是郭德纲。小郭同志来了啊。啊，那个让他们炒菜。这炒菜。炒菜。准备酒，大排宴宴，好好的款待郭德纲先生。不，干嘛这么热情呢？哦，那必须的。为什么？这么些年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。哦。嗯。剩下都下地狱了是吗？好家伙，就一个，坐。哦，不不，您坐，兄弟，来坐坐。哇，称兄道弟了。哎，点一颗，还让烟呢。我不会抽。哦哦，啊，你喝水 啊。最近忙吗？这上帝怎么那么厌气呀，啊？这啊，挺好的。啊，是，托您的福，挺好的啊。挺好的，完了。行行行行，这行了，来了咱们。好好聊一聊。哦，是，我说我也没来过这儿啊。啊，我也不知道我需要做什么。
没有什么啊，不需要。你来到这儿了，就肯定会得到一份奖励。你得给个职位。那、你想做点什么？嗯，或者你有什么特长？哎，你说的特长，我说我就是会说相声啊，老实，哦，善良，嗯，说话算话，啊，爱世间万物胜过爱我自己。你住口！我不会把我的工作让给你的。嘿哈，这你要抢上帝的活儿。嗯，说点别的吧。啊，我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很单纯。哦，你好歹说一个。对呀、啊，说点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我说我就是天天总工作，也没有工夫出去什么喝个咖啡呀、啊、看个电影啊、逛个街什么的。可以。什么叫可以？你现在尽情的去逛街，哦，去玩，喝咖啡，荡秋千都可以。好、哦。跟于谦的媳妇儿一起可以吗？怪害臊的，好害羞。这上帝怎么那么缺德呀？这上帝，什么话这叫？这废话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干嘛跟我媳妇儿去？就是我们就这种哥们儿之间这个交情。谁哪儿哥们儿？我一看，勉为其难吧。啊，哎，反正在梦里边，我跟嫂子我们俩荡秋千，喝咖啡，啊，看电影。你瞧，泡脚去，还泡脚，洗澡去，哎，出去，洗澡去，像话吗？不是，他洗他的，我洗我的呀。你以为呢？啊，在同一条河里头。哎，这嗨，别提这个。很高兴，突然间、醒了，哦，还挺伤感。醒了吧，正高兴的时候，这就说明我不拿谦哥当外人，而且我怎么没觉得？我转天。醒了之后啊，我白天我还找了去了，找我干嘛？哥跟您说点事儿，我做梦，梦见跟嫂子那个吃饭、喝咖啡、看电影、荡秋千。实话实说，对吧？实话实说，但是好像他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好。啊，您也能瞧出来，合着。啊、我说完了，我踏实了、啊，我不会有任何瞒着我哥哥的事情。你是踏实了啊？我做个梦都告诉他。哦。我走了，哎，他这不行了啊！啊，想，哎呀，犯愁了，可不是得犯愁吗？心窄，这叫心窄啊！把孙悦找来了，要跟孙悦聊这个事儿啊！我要倾吐一下啊！嗯，胖子，嗯，啊，别比划了，您这。郭德纲做了个梦，啊，梦见跟我媳妇儿喝咖啡，嗯，看电影是，荡秋千。对，你说我怎么办？啊，不至于变这么快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呢？我怎么办？行了，孙悦都傻了。啊，还有这好事呢？啊，好事儿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不是啊，兄弟，你糊涂。对，他们两个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嗯，我的那些个钱就保不住了。啊，想的是钱呢，我那些个钻戒，